的准超级红星粉丽舍陈凤琳，还有 Jeffrey 徐明杰，哇，粉丝们超疯狂的。那我知道两位哈，这次是首次以夫妻的身份一起携手迈上这个星光大道。那近期刚刚去度了蜜月嘛，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一些画面啊，或者一些记忆可以和电视机前的朋友分享的呢？哇，可以，这一次是算我第一次和明杰这么长的时间一起出国，然后觉得甜蜜之外呢，我觉得我们行了蛮多路的，然后走到脚酸，但是晚上就大家就互相彼此按摩脚了，有点小浪漫这样子吧。甜蜜，那 Jeffrey 你呢？对你来说最浪漫的一个记忆点就是什么？可能是在加拿大的时候吧，对啊，然后在雪山顶上，然后一起拍照，我觉得很浪漫。哇，好梦幻哦！那我相信呢，今晚啊，对两位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梦幻的时刻，因为终于Felicia哇要上神台了，此刻会很紧张吗？我觉得时间越来越逼近，越来越紧张。对，但是我很开心今晚呢可以和慧琳一起同台，领这个奖项。对，是。那这次呢 ，Jeffrey 也是入围了这十大哈。Jeffrey， 你自己的心情会紧张吗？我会耶。所以我就粉丝都在那里。对。耶！谢谢。有你们的尖叫，我瞬间不紧张了。稳定很多。好的，那在这里呢就祝福两位好好的享受今天晚上的舞台了，期待你的感言，谢谢，也期待 Jeffrey 上台领奖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